学生的才艺表演是一段算一段，不管是唱歌还是舞蹈，还是自己演奏，甚至是英语的这个讲唱，人相当的精彩。这是咸水的直播国小，为了母亲节出来特别做规划。为了让学生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，学校特别规划这场活动。学生嘛，家己制作的卡片，在活动当中来送给家长。各学生特别来帮着妈妈来捏脸、马杀鸡，表示的谢意。新年快乐！阿妈，我新年快乐！在家里有没有这样对你？有啊，有啊。哇，真的好孩子！我们很高兴的，在这么晚的夜晚。你可能也很难得在这样晚上来到学校，对不对？今天有没有很高兴？有。因为今天我们要把最好的成果，是不是要给你的家人看？所以呢，我们预演了两次，小朋友都很卖力。伊伫报告时所规划无真侪庆祝活动，除了让这同学会当有机会来过暝之外，透过了新歌展的方式嘛，将学校各种在个课程来个呈现给家长看。然后呢，我们为了庆祝母亲节活动，小朋友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东西，譬如说卡片，然后包括做这些花等等。然后这一学期来也很努力的练习，不管是在我们的 RT 或者舞蹈部分呢，也都很卖力的在表演。伊咱伫会当带学校来过暝，学生除了家己煮暗顿之外，搁来即个搭帐篷，好通暗时来歇困。伊即款另类的母亲节庆祝活动，互全校师生相当难忘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兼水采访报道。